有粉丝上线了吗？有上线了吗？三个。有三个了，好。Hello， 现场的各位粉丝大家好，我是农场的小编，今天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了。那戴着口罩也没关系的哈。那今天我们的直播有别于以往，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就是农场即将在明天开始，也就是8月1号到8月8号，我们将推出我们那个八八节的一个优惠折扣活动。那优惠的产品内容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海报。那海报的话，我们主要有三个产品，也在我们现场这边陈列所有的东西，去做促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高山金萱的礼盒组，那也就是我们这一组。那它的一个优惠的折扣主要是109年度的金萱茶组下去做折扣，也就是88折。那里面实际的一个茶罐的内容的话，就是如同各位现在所看到的样子。那它这个面都是属于类似一个这个要这个请我们阿香领班介绍一下好了我们像这个其实是我们的高山金萱，然后它是4两的包装，有150公克。那金萱茶其实它的优雅香气，我相信很多的爱好者已经知道我们金萱茶的香气。然后其实在这次我们推出了在8月1号到8月8号这之间呢，我欢迎客人你们的游客来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茶庄来购买，因为这是个很难得的折扣。我们通常来讲，说真的会打到有9折的话，都是要一次购足10斤才有这个优惠。所以我希望你们在8月1号跟8月8号这之间呢，来农场，可能晚期的水蜜桃还有一些，那不要忘了购买我们的金萱茶。那这个金萱茶的一个优惠啊，它只有现场的游客来购买才有这样子一个88折的一个优惠折扣。好，那我们既然是试吃试饮嘛，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金萱清茶来做一个介绍。那我们来请我们阿香领班再为各位介绍说，这个茶叶在冲泡的时候有什么该需要注意的事项？其实像我们的茶叶啦，很多人其实现在年轻人喝茶的人也多，那其实也真的不用完全是走到茶道这个部分，我觉得依照个人的习惯来去泡茶。那其实像因为我们是无毒栽培，所以通常来讲不用像他们所谓的要所谓的洗茶叶的部分，其实只要有润泡的动作就可以。我们就是稍微润泡之后呢，冲掉，然后就开始我们的第一泡来冲泡。那通常来讲，第一泡的时间就看个人的习惯了，有45分钟到45秒到1秒的1分钟的之间，然后再来冲出我们的第一泡。后面是像我们高山茶，其实我不知道镜头看不到哈，我们的茶汤的颜色其实是很漂亮的。那高山茶其实我们是做清茶的，所谓的清发酵出烘焙，所以它非常能够喝出高山茶的风味。那我看我们小编应该没有喝过一泡的。好，那这边的话就以外行人的角度来试喝这个我们农场的一个金萱清茶哈。那这个就跟小编如果常常回到家里，如果那种饮料店那种清茶喝起来的味道的口感当然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哈。那因为这个是热水冲泡的一个清茶，在喝之前就会闻到一个淡淡的清香。那喝下去的话也有点它的一个润喉感，所以其实喝起来的一个茶感的口感其实感觉还蛮不错的哈。所以喜欢喝茶的朋友，其实也有很多粉丝朋友买过我们农场的一个茶叶组合系列哈，所以其实我们农场茶的品质其实都还算还蛮不错的啦哈。这个就是我们农场的一个清茶，我把它喝完。那我们在金萱茶喝完，其实它的茶汤甜度是有的，然后其实我也还蛮推荐可以做成冷泡茶。其实茶饮在热泡的来讲，它的香气确实是会比较足，但是如果你做成冷泡茶，它的香气可能没有像热泡这么的足，但是它的香甜味反而会比热泡还要更好。所以我建议说除了冷泡之外，热泡也可以哈。那我们待会
其实好像还有其他的商品可以介绍。那我相信，我们小编要介绍吗 ？OK， 没关系。那长青厂，我们这边再跟各位再补充说明一下哈。刚才提到的话，是我们109年度的一个金萱茶组是打88折嘛？那其实农场还有针对我们108年度的，也是打85折。对，那如果是今年度的茶呢？就原价喽。对对对，但是我们农场好像也有推出那个宅经济。对，我们对宅经济来讲，就是说如果顾客他没有你没有到现场来的话，其实是有95折的优惠，但是就没有像你到现场来的折扣这么高喽。我相信大家其实应该闷坏了吧，山下也热，可以上来走一走。顺便放在趁还没有小朋友还没上课之前呢，来走走放松一下。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金萱茶组的一个优惠内容的介绍。好，那下一个产品也就是我们在海报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海报在小编直播结束之后会把这个海报的内容再上架我们到 FB 上面了哈。那第二项商品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冰淇淋组。那冰淇淋组有哪些东西呢？就如同我们现场所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糖橘手工冰淇淋，镜头这样子应该看得到了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红茶手工冰淇淋，那第三种的话就是我们的糖橘红茶冰淇淋。其实我们的这个冰淇淋其实有4个套组哈，其实另外还有一组清轩，金萱清茶的冰淇淋，但是因为它现在量还不够哈，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推出清茶的冰淇淋组，所以我们也都常常戏称说这个就是黄绿红三组的一个配套内容然后那我们因为吃三盒可能有点太多了然后那我们就直接打开一盒来试试看看，我们就打开我们的杭菊手工冰淇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然后那这个很简单，就是把这个封盖打开，它里面会有一个膜去保护着，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冰淇淋制好之后它是放在这里面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再请我们阿香你帮介绍这个有什么特色。好，我们大概讲一下我们的杭菊，这个是其实是杭菊的原味，其实我们都会开玩笑说这叫大人的风味，因为其实花它带点一点它有花的苦味，其实这个苦味呢你吃起来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杭菊的香气。所以我要跟你们大家所有的我们的粉丝们讲，我们是真的没有加香精，它完全就是自然的风味，我们是不断的调配再调配，然后才吃出我们觉得最刚好的。那其实我们讲大人口味，因为很多小朋友真的不喜欢那个花的苦味，所以我通常来讲哈，我真的很喜欢请客人来喝，就是这个红茶当然不用讲，我们的金萱红茶其实就带蜜香味，所以它在吃起来的时候在做冰淇淋其实那个风味就很棒了。那我会建议说小朋友的话，如果他就可以点我们的杭菊加红茶的部分，然后你有就是把花的香气呢它的苦味有淡掉一点，然后又有我们的红茶的香气，所以我很建议你们来吃这个。然后当然啦，大人还是喜欢这个口味，我也建议多拿。我们还有一种清茶的哈，很可惜，因为我们清茶其实当初也是新产品，那比它推出来时间晚一点，所以它的数量不够。那其实在解封之前，其实我们本来要追加量，那后来没有想到说后来第三几届开始，所以我们的清茶就停止做销那个做制作，不然前面其实是很热销的。我们的金萱茶如果说可能要等到9月以后才会去做了，所以目前来玩的话88折，那我们只有以这三个口味为主。我就希望各位粉丝们来，不要忘了我们除了茶叶的优惠折扣之外，我们还有非常好的手工冰淇淋。那现在我可以一个不情之请啊哈，因为本来是说我跟小编两个人，那实际上我们其实旁边坐了四个美女，她是客人，那我们请冰淇淋请他们吃，然后待会呢由他们来讲一下口感可以吗？小编有没有问题？ OK 这个不要跑哦你们真的不要跑啊。嗨，把镜头带。嗨嗨嗨，你看我们有4个美女哦。我朋友说他要喝茶，喝茶可以啊，可是先享受一下冰淇淋。那你们先吃冰，然后待会你们稍微试一下，待会再反映一下你们觉得它的口感怎么样。我们没有那个，他们是在那旁边。好，待会我会请他们，他们刚想喝茶。
叶，所以我再来帮他们泡茶。那吃饭的冰淇淋真的好吃，我问他去哪了，你小编去拿。这个是番茄红茶，好，就是这个，你们再试试看，然后再来。好，你们先试，我们还有一项产品要介绍，待会再。那待会再来问问。好，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客人试试看看，我们回到原来的位置哦。好。那我们介绍最后一组产品，也就是我们现在前面所看到我们今年所推出的一个文创新商品，也就是我们的农场地景的一个客制化的一个马克杯。那我们马克杯总共会有25种，好，那这边的话现场我们没有全部摆出哈，这个除了住宿客我们前阵子有赠送之外，那他现在购买的管道有2种，一个就是我们住宿客也可以加价购，或者是我们一日游的游客，哦，也可以到我们茶庄的现场卖场，哦，去做实际的购买。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它这个就是我们农场的一个地景的一个图示。哦，那其实这个客制化的马克杯，其实我们会在手把这边也会有一个名字，其实有2种版本哈，哦，你可以买不绣名字的，或者是绣名字的。哦，所以我们这个马克杯系列的话也全部都有打88折的一个优惠折扣啦齁。好，那这个马克杯的一个介绍的内容，其实小编之前我都有跟各位去做介绍了齁。好，那在官网的一个订房网页里面也有介绍全部马克杯系列的一个照片。好，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好也可以到官网那边去做查看啦齁。来，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来看一下现场的留言，好像大家都好像没有什么留言哦。下雨，然后没有错，全台都几乎在下雨，农场也不例外，现在也在下雨当中哈。各位还没有其他问题呢？